啊，我是来自高雄的叶金玲，好，我迄个时阵我也是不分区的立委，啊，因为我提早半年来立法院，拄啊含咱柯教授呢同事哈，啊，伊伫咱台南高雄，包括高雄嘉义哦哈，有迄个时阵嘛，拄啊伫要准备选这个县市长嘛，啊，真侪嘉义高雄的乡亲拢甲我反映讲吼。来啦，来，阮家己选来，你甲中心人讲啊吼，啊，阮高雄的嘛是足侪人来甲我讲，拜托个啦，靠中心来选高雄市长啦，来啦，来选啦，有伊的迄个空间安尼啦吼，因为以我伫基层的了解啦吼，伫咱高雄甲台南，咱绿色的票，通过支持两个咱绿营的候选人，国民党摕袂到啦，所以大家放心。大家放心嘛吼，因为虽然即马大家拢作为着即个咱的即个国家吼定位不明吼，啊有真侪人有一点啊不耐烦了吼，有一点啊较消气啊，啊较迄、那个加几迄个冲力较弱啊。但是讲到台湾即块爱台湾的即个心吼，可能南部足强的，尤其是台南甲高雄吼，啊所以毋是干呐，以前即个时阵讲。啊！伊咧即马要出来台南选，啊，大家咧烦恼讲会去国民党退去。我甲伊讲，伫咱四年前吼，大家都有即个信心啊，讲中选出来选，绝对袂去让迄个国民党退去的，无可能的代志吼。啊，所以伫遮呢吼，我嘛借这个机会甲大家讲，咱柯教授虽然迄时阵我嘛甲伊讲吼，开条件讲你去选，恁囝吼，恁查某囝要上课，我来载，阿嬷来载吼。但是有原则，我想迄个时阵，伊可能在咧想讲，我要选嘛，爱等下台人选，哈、哦，所以恁爱甲加油，好唔好？谢谢。